心脏啊。先到了。我上次又带了一堆东西来，你这次又带了一堆东西来。啊，你说他把你的钱全部给他的。收收尾这个东西。你把我的钱拿去给人家使用，然后你也自己带了一堆。搓一搓啊，搓一搓绕三圈，还是肚子绕三圈。因为你回去一定会拉肚子拉三圈。刚已经拉肚子了。你出去的时候顺便讲一下，有一个人肚子黑的，然后上去。是很多做噩梦，好多梦。他上次也发了，他的罪过。遇人不淑。他遇到一些什么公司的啊，这些什么的。还有生活前后。多梦有逻辑的吗？有前后逻辑的吗？还是没有？就是梦到，就是一堆。还是跳来跳去的。佛像。都有听不懂的话，然后最后一句就说：“爱惜我乖哦。”哦、你又不信我上次没跟你说，他你上次跟我跟他讲，这些东西够了，没有办法，就算我拍给他了，他还是一样。其实这事是没有带到很一堆了，就是你那有一个比较深的要送走，最后会影响他的身体。长头发。我觉得啦，就是反正他不是穿红衣服，是穿红衣服知道那啊，好奇总会遇上一只猫，但是我没有的，有要进开始要进化吗？就给公孙处理哈，好，就从他身体磨过之后，从他的。这个放在他的肚子，从后面打出去，哦，再化掉，再用一般净身法帮他净一净。好，像你不要乱跑了，叶霞。你想干嘛？你叫阿姐啊。我叫阿姐。好了，你去吧，去吧。这不太好送啊，先去吧。他自己惹来的。哇，还记得。要开盒，开吧。上次我看的是什么符？你去问他，我上次开首符给他。好。你跟这个女的认识一下，她很多那个女的要给我前面那个女的。你先去问他开什么？我上次开什么符？上次你来。那个上次他来，然后就坐在最晚。对啊，那时候穿那个睡衣。睡衣。对对对。那啥。然后刺青什么太了。太子他说，他太子上次开一张什么驱魔的，就是让他带什么，对对。那个顾问都没事做的吗？顾问没事。给他去改。改完这东西，还是要沉到上面，我众神要看，好吗？这个。三千够他有吗？他都会吗？他都知道流程吗？他不知道。所以让他去改。会。
不是，反正一定不是我说的。记得上次他来好像有一些什么泰国的东西。对，嗯，对对对吧？人家上次来求生很多舞。那我说他有做出一些泰国的东西，印象，现在印象中还蛮多的。他不是说他什么很多泰国很多曼童，有一些人还请他处理送走，印象中。我真的太厉害了。我记得他那一次讲他的安全。对啊对啊。这样就让我们带一些泰国的东西。然后都好像蛮多的。对。宣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的古曼我舍不得接出去。
好，那我跟你说，以后有问题，我们没办法替你解决，因为你没办法断舍离。你来一百次，太贵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是觉得他们很可爱，都感情。那我跟你讲，你来一百次，我们一百次都这样子处理，我们处理不完。好好，那我会把你自己想想吧，想想看吧，真的啦，要你要好，我只能舍一些东西才会好。你自己决定，你自己决定在你，对啊，生活。只能帮你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那你就继续遇到那些佛像，继续跟你在你那边睡你。谁梦的多？好，我们来验证看看，就这样。你可以帮我先放着，看他也说是真的，好不好？啊，可是我都没有梦过他们啊，我都梦到就是帝君啊，什么妈祖，他们可以幻化，对啊，他们可以变啊，真的。好了。我去好好思考，对我真的会比较好。我的那些东西，有一个字就是你最后的下场。好，我需要啊，自己回去参悟，好，参悟，就这样 ，OK。你要记得你的体质是在这里。你想要好的话，你就要舍去旧的不要一起啊，旧会让你最后。你想要最后是，你想要上还是下，在你自己。是这个，不好意思，要么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好不好？看你自己明白。好，继续回去跟他们培养感情嘛。不要，救不了你一时，救不了你一世。好，然后这一时已经到了。新生公会员频道开播喽！想看更完整的内容，请加入会员。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